婆娘，你开车我不放心了，头回你把人家猪儿都给人家撞了，是？你搞清楚哈，是猪来撞的我，不是我去撞的猪哈。哎，好好好，你开嘛，你开嘛，杨老师。你吼啥子嘛吼？你咋子？咋子？我还没点火啊。糟了，遭追尾了。啊？哎呀，美女，你咋子？你啷个追到我的屁股了？哎，帅哥，麻烦你帮我扶起来好吗？要得的，哎，快点起来。哎呀，哎呀，慢点。咋子回事哦？谢谢了哈，谢谢。美女，你咋个骑翻的车嘛？我这车子几百个了，停在这里被你撞了。对不起，美女，这上坡，然后我也上来，没刹住。哎，确实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糟了，撞了个口口啊！啥子？撞我口口？美女，你看咋个整噻？婆娘，新年大包间的你被吼嘛，可是你选上车去，我来解决，我来解决。我真的是欲求得到。哎，美女，过来，我跟你说，我婆娘她就是个人那样，你别见她的气哈。我跟你说哈，我婆娘要是肯定喊你赔钱，但是我看你啊，还可以，这点小事情，哎呀，要不好钱的，就这样子，我拿2000块钱你拿到，要是我婆娘来拿，你就把2000块赔给她就完事了哈。谢谢了，哥哥，谢谢了。哎，不管谁，我把我婆娘喊下来哈。嗯，谢谢。哎，婆娘，处理好了，这个美女说的，赔钱给你。姐姐，确实不好意思哈，你看我这只有2000块钱，看赔你2000块钱够不够？算了，美女，都不容易，这个车子我看到哈了，也没得好大个问题的，以后骑的时候注意就行了哈。哎呀，确实不好意思，姐姐，你还是收到嘛。算了。难道我帅哥你收到嘛？要得，我收着。你收啥子收？你个人好没看到我钱呢，还给你啊！走，上车，走。啊。不对。啊？有人。在干啥子？起来。来，美女，着急哈。哦吼！哦吼！哦吼！慢点啊，美女。嗯，好嘞。喂！喂啥子喂？你这啥子车想要？哎呦我的妈！